微信吧，微信，微信吧，微信，苹果手机，对，微信，微信聊天的人多呀，还是用玩的吧。手机来，手机安卓的也可以用，微信当然挺方便的，我感觉。大家联系比较方便。不过我觉得这个微信就是好像比那个要用苹果手机用来我朋友用的那个，不是就是有好多功能都不是特别的好。 苹果可以换，但是微信如果没了，整个工作生活都糟糕了。不一定要用苹果手机啊，安卓蛮好用的。但如果有一天当你的手机没了，没有微信了，然后你觉得你没法儿了，咋回事？手机就算了吧，手机就算了。那我就换手机。你是和谐。用 用支付宝聊天，我还是第一次听，虽然时间说过支付宝要做社交。为什么呢？你喜欢呀？为什么呢？钱，没钱。哎，回来了，正好给我来两百块钱微信转我两百块钱吗？我微信都卸载了，我给你两百块钱，啊？我给你。 什么情况？怪不得一天连微信联系你连不到，怎么了？微信联系吧，就我，我有微信，他给我都卸载了其他软件，微信说。为啥呀？关了，然后一会儿。啊？什么情况？不知道到底什么软件。哎，我累死我了，今天一天只有微信，我觉得叫我开黑我都没办法玩。嗯，李大华，我也是这样子啊。我一天不能用微信，基本上所有的工作，然后朋友都联系不到我。但是你其他软件可以调用 QQ 联系他没可以打电话呀，你还可以用支付宝支付啊，对吧？还可以玩游戏呢。但对于我这种重度用户来说，吃喝拉撒基本上都要依靠于微信。对我来说不管用的，你知道吧？今天呢，咱们可以接彩，这两个问题是这个微信和苹果手机，你会选哪一个？苹果手机啊。然后我用微信，但是有很多人回答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是之前是没人性都没有用，对我们准备了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但它那时候在意淫，对根本没有什么卵用。所以有的时候。 对于这个问题，看起来像是可以互为替代的，但是他们一个是互补产品。那我问你们啊，你觉得微信和苹果手机二选一的话，你选择什么？